山存华盖，长寒一春，奔流丰泽，用济征民，浮云世素，好月生贫，眼若圣旨，永播清芬。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登临乐安境内的大华山，撰写了这篇《华盖山王郭二真君谈碑记》，借景抒怀，希望高洁的品德能够在世间永久流传。一个地名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座古村传颂着科举博兴的辉煌，一支锣鼓蕴藏着与自然沟通的密码，一条条红色标语见证着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里便是乐业安居的家园，乐安。乐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腹地，地处余山余脉，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位于东南部的大华山为江南道教名胜，山势挺拔而起，浮丘、香炉、卓旗三峰顶峙，珠峰耸立，状如莲花宝盖，又名华盖山。民间相传，先有大华山，后有乐安城。王春元，乐安县文史工作者，他为编写《乐安地名趣话》收集了很多有关乐安地名的资料。对于乐安地名的由来，王春元认为一定跟大华山的地理历史有关。据记载，早在西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大华山上就兴建了道观。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颜真卿在抚州任职期间造访了大华山，并撰写了著名的《华盖山王郭二真君谈碑记》，令大华山闻名遐迩。从西晋开始，这里就成了道教名山，就引来颜真卿、吴承、汤显祖这些人题诗作赋，登览游林，因此啊，好多名家啦都到这里来拜祭。大华山由道教而兴，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对当时乐安地域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查阅史料，王春元发现乐安建县以前，这里曾有一个乐安乡。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大华山脚下的人们一直生活在盗贼滋扰等混乱之中。乐安这个名字正是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希望过上既乐且安的生活的愿望。然而，乐安县的建立却是因为一段不安定的历史。据记载，南宋时期，乐安境域一时盗匪滋生。由于地处六县交界地带，距相邻的各县县邑有几十上百里，若发生盗贼扰民，附近诸县差兵皆鞭长莫及。公元1149年，经南宋朝廷批准，割崇仁县的三个乡、永丰县的一个乡至一个县，四个乡之中就有乐安乡。新设县名沿用了乐安，寄予了当地人民乐敬安、民乐国安的美好愿望。受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的共同影响，乐安本土文化逐渐走向兴盛。这是清宫四将牌坊，纪念元代帝师王进而定。元明都督文人在这里啊题词作联。宋代以来，临川文化和庐陵文化在这里啊交相辉映，兼容并蓄，促进了乐安文化的大兴旺发达。经过不懈的努力，王春元终于完成了乐安地名去化的编撰工作。一个个地名的背后，蕴藏着乐安独特的自然地理与悠久的历史文化。几千年来，大华山因其悠久的道教文化、壮美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和道教信众前来拜谒。钟庐陵之灵气，玉临川之文采，今天乐安已经成为一夜一居一游之地。这块民乐敬安的乐土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地处乐安县乌江之畔的刘坑古村，素有千古第一村的美誉。它一面青山依傍，三面江水绕流。村中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着260余处明清时期的传统建筑及遗址，其上丹青水墨，描诗刻文，耕读之风翩然。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走进这座村落时，也惊讶于它的繁华富庶、文风昌盛。是门刘康午休的堡，是明万历设定的，但现在已经400多年了，很缺乏，所以我们现在要着手考虑啊，要第六修复。董克旺是刘坑董氏第34代孙，作为董氏宗亲联谊会的会长，这段时间
他正忙着和村民们一起筹划续修族谱的各项事宜。眼前的这本抚乐刘坑董氏族谱最后一修为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据族谱记载，五代南唐末年战乱频发，董氏先祖为避祸乱迁至刘坑，因此地物产丰饶，董氏家族很快人丁兴旺，瓜蝶绵绵。到了宋代，刘坑以董氏科第而兴旺，时有一门五进士，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的盛况。刘坑村呢，是董氏开基以来，他经历了1080多年的这个沧桑岁月。到了宋代以后啊，因为重视教育，是造兴了科举，是董氏族人呢科举的鼎盛时期。到了元代，因为累遭兵祸，使刘坑步入了近一个世纪的衰落期。明朝初年，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刘坑文风再次昌盛。到了明万历初年，董氏家族共建成书院3处，书屋27处，族中子弟积极追求科名仕进，入朝为官者累累相续。这块匾是就是董氏到了60岁，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就褒奖他在领袖方面的造诣，就送了这几个字给他。所以当时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时年60岁的理学名家董燧因不满官场黑暗，毅然辞官。返乡后，董燧倡集族人筹资重建因战乱而损毁的大宗祠。为强化宗族管理，董燧还制定了祠规14条，由此崇礼教、敦简朴、端蒙养、宗正学，成为规范族人思想和言行的典范。就是因为如此，刘坑才对振兴发展和升华，使刘坑这方村落成为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城。我们现在保留的这个文馆，就是历代刘坑士人重视教育的一个缩影。此外，在回乡后的20余年里，董燧还率领族人对刘坑村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他们将村子西南方的几口池塘贯通，形成龙湖，并将湖水与乌江连为一体，逐渐形成7横1竖、8条较宽的街巷，每条巷口都直对着乌江河岸，并且都建有一个码头，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分区居住，形成一座独立的城池，格局大体延续至今。
英勇高歌上前线，有我们的弟子刀枪炮炮。这是一首在乐安县万重镇农户家中发现的红军歌曲《上前线歌》。岁月的侵蚀，墙壁上依稀还能看清歌词和乐谱。上前线歌是当时在苏区工农大众和工农红军部队间广为流传的歌曲。乐安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毛泽东曾亲临乐安播撒革命火种，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踏足这块红土地，留下了许多生活战斗的印记，也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标语、红色漫画、红色歌谣。秀美南山啊，这么多标语，哇啊，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为挖掘这些散落在乐安境内的红色财富，近年来乐安县博物馆副馆长周志华带队进入到全县乡村实地普查，就红色标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进行详实考证，并记录保存、数字化整理，逐步将标语定级保护。标语啊，我们普查难度很大，分散在各家各户。我们目前发现的红色标语3000多条，这次啊能普查到这么多的标语，主要得益于我们群众啊强烈的保护意识。你看，王老，我们去你们家里看一下保护红军标语和漫画。湖平乡汉上村王宗耀老人家中，至今仍保存着一幅80多年前的漫画。这幅漫画描绘的正是红军时期发生在乐安境内的一场著名战役。我今年83岁，我是在这个红军的出生地。我爷爷告诉我要保这块和土嘛，要保护好红军当时土地的画稿。漫画，国民党哎，红灯有飞机了。1933年1月，蒋介石飞抵南昌，亲自坐镇指挥第4次围剿。次月，国民党调集大规模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4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奉命围攻南丰，国民党为解南丰之围，派遣第52、59师前来增援。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根据形势判断，敌军将由乐安向黄陂开进，必经登仙桥以东地区。登仙桥畔地势险要，是乐安到宜黄的要冲，两边山高耸立，木竹成荫，形成了一条细长的峡谷。1933年2月26日，红军各部队按部署先后进入登仙桥以东的伏击地区，占据了有利地形。2月27日，敌人进入了埋伏圈，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天，红军歼灭敌52、59师大部。52师师长李明被俘后因伤重毙命，59师师长陈实际逃跑时被活捉。登仙桥伏击战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决定性的胜利，此次战役开创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哎，严师傅，我个面积应该差不多的多大了吧？太多，太多是吧？阳东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乐安挪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所传习的是乐安挪舞三种风格流派之一的东湖滚挪神。杨东乡从8岁时开始跟长辈学习滚挪神，已经从事挪舞活动30余年了。今天他来到同村袁明泰家中，想要制作一副新的滚挪神面具。滚挪神面具选材考究，多以樟木为主，艺人在雕刻的过程中不用图纸，全凭脑中的记忆，刀戳斧劈，打磨上色，一气呵成。乐安挪舞大致分为3种风格流派：古朴粗犷的东湖滚挪神，喜庆热闹的刘坑玩喜，刚劲勇武的罗山打戏头鼓。其中以东湖滚挪神最为独特，他所戴的面具与众不同，并非罩住整个面部，而是由上额和下嘴组合而成。他这个面具啊，上面个额头上有一个字，这个字由3个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雨字，中间是一个剑，下面是耳朵的耳。它的作用主要是起到那个驱鬼辟邪。乐安境内山峦叠嶂，古时因交通闭塞，盛产的粮食难以外销，古人就以余粮喂猪养鸡，自给自足。但因山区多瘴气，禽畜多瘟疫，村民们相信万物有灵，希望借助猪神、鸡神等动物神灵保佑，驱除瘟疫，保人畜平安，便通过跳挪仪式来传达对天神的虔诚与崇拜。挪舞是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奇异的面具，空灵的手势，雄浑的舞步，将人们的思维带入到久远而神秘的世界。东湖滚挪神，它是从甘肃陇西杨氏迁居的时候带进来的，距现在呀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是挪舞中动物神崇拜的一种稀有品种，在全国比较罕见。放了，哎，你，哦，给他一点多到位，多到位，太过了。彪，啊啊，是吧？过去这个东湖挪舞滚挪神被视为东湖杨氏宗族的传世法宝，依然保持了传男不传女、传笛不传树的风俗。滚挪神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祭祀仪式和表演程序。粗犷古朴的动作伴随一鼓一锣独特的音律，整场表演威风凛凛，充满着古朴原始的魅力。随着时代发展，最初的祭神驱鬼仪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近距离接触民间艺术，感受传统文化的气息，乐安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传承和保护着这项古老的技艺。乐安挪舞
以惟妙惟肖的动物面具，神人合一的舞蹈演绎，祈福民乐静安，民乐国安，成为乐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老板娘，一个嘎嘎谢谢吗？邹兆庆，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乐安蛋雕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时他正在市场为将要雕刻的新作品挑选合适的鸡蛋。做蛋雕挑选蛋至关重要，颜色越深的蛋它表层层次感越丰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蛋呢就更好。用注射器将蛋液抽出，然后为蛋壳做防腐处理。雕刻前先根据构思设计好图案，在蛋壳上手绘初稿，经过反复修正后才开始正式雕刻。蛋壳的厚度仅0.3毫米，要在又薄又脆的蛋壳上雕刻，并保持蛋壳完整而不破碎，刀法娴熟度和力度的拿捏甚为关键。红色记忆是邹兆庆正在雕刻的一套红色题材的系列蛋雕作品，他计划雕刻100名红色人物蛋雕，分为中共一大代表、共和国将帅、革命英雄人物等一列主题。我都乱蛋雕30多年，希望把乱蛋雕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是吧？并通过乱蛋雕把乱的文化展示出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区县，乐安的民间手工艺十分繁荣，心灵手巧、耐心细致的乐安匠人尤其精于雕琢。这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正是大名鼎鼎的范制葫芦。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工艺品是从地里种出来的。这个就是范制模具，他先要雕刻铸造好一个模具以后啊，然后等葫芦幼小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它套进去，等到秋天敲开以后它就会呈现里面的图案。丁国武，范制葫芦雕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从小跟随叔父学习葫芦雕刻技艺，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范制葫芦结缘，便开始了种植范制葫芦的大胆尝试。范制葫芦种植难度大，成功率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种葫芦的话，它的那个精品率成品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它有一个温度、气候、土壤，有句话叫千金易得一壶难求啊。相传范制葫芦是明清时期的葫芦工艺品，流传于宫廷和民间，其制作工艺从雕刻、制范、葫芦培育到后期加工，分为4个关键的环节。模子葫芦经过脱皮打磨之后，色泽光亮，活色生香。这个作品就是叫做定海神针，它的原型呢是一个宫廷瓷器上面的青花海八怪一个这么一个造型。我们当时设计这个作品的寓意啊，它就是四海升平、八方来贺这么一个吉祥寓意。历时10个月，邹兆庆终于完成了红色记忆系列作品。在他的平口刀舞动之下，
逼真的人物肖像跃然蛋壳之上，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乐安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民间记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独具匠心的乐安手艺人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展示着乐安人不忘初心、祈愿民乐国安的精神追求。乐安县境内河流山川密布，气候温和，空气湿润，生态资源丰富。这片郁郁葱葱的古樟林自刘坑村沿乌江而下，至水南村绵延数千米。刘坑、水南两村村民遵照祖训，世代守护。3000余棵树林，在100至1000年之间的香樟树，成就了中国第一古樟林的美誉。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乐安人，以通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理念。我们以前呢，那个山上的毛都啊，就是扛废气家里卖钱。现在砍一些废气，就是我们驿站呢，要修修补补一些东西，那个箩筐啊、篮子啊，都要靠些毛都才能做成的。蓝志平是金竹乡下通村畲族人，今天他为修缮自家民宿，进山砍一些修补用的竹子。金竹畲族乡为蓝氏、雷氏聚居地，位于武夷山系余山山脉腹地。这里山势雄峻，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高达90%，山泉干裂，自然形成形态各式各样的大小瀑布，自然生态极佳。但这里曾经因为交通不便，畲族人仅靠砍竹挖笋换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2014年开始，乐安县政府引入旅游开发企业，打造金竹千尺飞瀑景区，鼓励下通村村民将自家山林作为资产入股，不用掏一分钱就可以参与景区门票收入分红。金竹飞瀑景区山脚下的这座畲族民宿，就是蓝志平用自家的老屋改造而成的。我这个驿站是老房子改造的，一共改造了7个房间，花了几十万。那旺季的时候，我这个7个房间都不够住，要提前1个星期预订才有房子。如今，下通村已成为乐安县畲族文化示范村，一幢幢依山而建的黄土小屋错落有致，外墙、屋顶，随处可见畲族文化元素。跳跳跳起来吧，跟我来吧，一起跳，跳跳夹住你的脚吧，跟我来吧，一起跳。同在金竹畲族乡的大通村，在县政府支持下，结合自古用彩绘图画形式记录本族生活的风俗，邀请艺术家在建筑立面创作彩绘，其中绘制了3333只畲族图腾凤凰，独具畲族文化特色，让这个曾经斑驳老旧的村庄变成了
人在画中行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彩绘新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乐安人深知自然的馈赠来之不易，在对这方水土的悉心呵护中，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最亮底色，山峦层林叠翠，乡村鸟语花香，乐安人正在用双手和智慧打造一个乐业安居的美丽家园。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色、红色、绿色，交相辉映，绚丽多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信者乐安。